叶富生，硅谷科技界杰出华人代表，赴美取得半导体材料学博士等学位后，1979年返回新加坡服务，就任新加坡经济发展局高科技组长、新加坡科技园首任园长等职务，后担任新加坡驻欧共体和比利时公使参赞，并曾荣获法国政府著名骑士奖。身为中美新三国学术和科技界桥梁人物，叶富生多次为联合国世行、亚行和企业担当顾问。1991年以来，累计为7000多名中美企业家和大学生讲授科技创新与创业、中国经商、企业行为等课题，接待访问斯坦福和硅谷的中国考察团50余次。本期格局商学经典管理，美国旧金山湾区科技顾问、斯坦福大学继续教育教授叶富生精彩分享硅谷高科技企业如何创新，解读硅谷成功之路。